您稍微让开一下。大猪妖，这大猪妖变出来样子还挺好看。你先是搓我的脸，现在又拿这个破剑当真射我。你才是长得跟死猴子一样的野人呢、我好歹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。你是女人？本姑娘韩灵莎。灵莎？哎，不是灵灵莎，是灵莎。我想见如镜。好厉害的剑法！何英俊的剑仙。我乃昆仑琼华派弟子，专司修仙问道。哎呀，你别老那么高高在上的，接接地气不好吗？你那个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可操作幻境？我想跟你们一起去琼华。去给他闯上一闯。闯上一闯。凡修道学艺者，入无所欲，皆为失礼。陛上。陛上，我还以为我要失去你了。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为什么这次感觉不一样呢？陛上，你可是我的心上人。别胡说。除了我爹娘，你的确是我心里面排在最上面的人。我的性命本来就是拿来救对我重要的人。彼此坚定，心在一处，才是守护情谊到永远的根本。你还是那个傻野人。